我们看第五题，他说这个不等式恒成立，就是说你带任何的 x 下去的话，这个不等式恒成立。那求 m 的范围，好，这怎么做？好，我把它移过来，移过来以后，把它通分，通分以后变成 4x 平方啊，加 6x 加 3， 然后这是 2x 平方加2mx 加 m， 那扣掉多少？扣掉这个4x 平方加 6x 加 3， 这是小于。那这个分子不等式跟什么同解啊？跟这个同解，二减四是负二 x 平方，它乘以多少呢？加多少？加一次项的部分是二 m 减六 x， 常数项的部分是 m 减三，它乘以多少？乘以 4x 平方加 6x 加 3 加小于。好，那我们看好这个范围式，我们用小范围式，小范围式是二分之 b 平方啊减掉 ac， 二分之 b 的话是等于那个3减 ac， 4乘以呢3，这小于，所以这个恒大恒大于。当然这里本来还有补个条件，就是说4x 平方加 6x 加 3， 这不能等于0啊。但事实上这个本来就不会等于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恒大于0的，因为它范围是小于0，所以是恒大于0。那恒大于0这个就会约掉，约掉以后呢，它的解就是这个。它解是这个的话，那我两边给它加负号，加负号以后就变成 2x 平方。加上多少呢？六减二 m x 加三减 m， 这是大于零的。两边给它加的话大于零。因为它是恒成立嘛，代表这一项恒大于，恒大于，所以判别式要什么？要小于。我们用小判别式，小判别式是二分之 b 平方，把它除以二的话就是三减 m 平方。减 ac， 减 ac 嘛，两倍的三减 m， 这个要小于零的，所以就得到三减 m 抽出来以后就变成三减 m 减二了，这叫小于。好，那我们习惯上的话，喜欢把这 m 再弄成正的。所以这个是本来是一减 m 嘛，我把它对掉，把它对掉，就变成 m 减三 ，m 减一啊，它再小于，所以这 m 就小于3大于，这个叫 m 换了。